首先就是要大家分辨真假和平。试问啊，主张台独如何带来和平？试问啊，抱美国大腿为美意侍从，反中抗中，甚至成为至中的工具，如何带来和平？试问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正视两岸同属一中，追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，如何开创和平的机遇？试问不愿面对和平统一，讨论和平统一，如何开展和平之路？新党很清楚，不接受一中，不面对统一，和平是海市蜃楼，空中楼阁。